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 BC Game Channel， 我是 BC Game， 今日跟大家玩这个足球小将奋战梦幻队。今个星期呢，他就开了一个新的 event， 就是情人节 event。 首先看看他有什么新闻先。最主要呢，他是开了那个特别的情人节 event， 不知道大家玩成怎样呢。我真的不是很好运，我刚即係早幾個鐘先至打到上去最後一關啦，不過都攞唔到嘅一個彩色嘅情人節嗰個朱古力，都係打得個一兩粒，真係慢慢再打一下先轉頭。好啦，咁啊講一講下啲新聞先啦。咁啊，首先咧佢啊online 對戰嘅大智慧杯又嚟開始啦，咁啊基本上同之前都一樣噶啦，咁啊唔多介紹啦。好，咁另外呢，新嘅聯盟抽史萊達出場啦，咁啊佢又換咗個人就出史萊達，咁啊睇一睇佢先。咁好啦，咁啊由今日開始啦吓，咁啊佢總之由2月9號星期五開始就會有呢個史萊達嘅聯盟用聯盟券抽㗎啦，咁啊最主要係抽佢嗰個 A 技，係啦，火焰嘅插水式頭槌啊 ，fire diving head 啊，系啦，咁啊主要都系拆佢个技噶啦 ，A 技噶啦，系啦，咁啊唔知道大家准备好拆未咧？我谂佢出得呢张联盟券，可能迟啲就嚟有嗰、那个，应该可能再等多轮啦，佢应该就嚟有限定人嘅啦，应该都唔远噶啦，应该，咁啊睇下佢几时有啦。好，咁啊跟住继续啦。咁啊，情人節 event 啦，馬利啊 ，Valentine 大作戰啊，係啦，斯萊達救妹啦。咁啊，首先 event scenario， 好，咁睇睇佢呢個特別 event 玩乜嘢啦。好，馬利之情人節大作戰啊，嚇嚇。咁啊，睇下啦。咁啊，最主要咧就係首先就係打佢嗰啲關數啦，跟住之後咧就會 drop 嗰啲朱古力盒啊，咁即係禮物盒啦嚇，情人節朱古力嗰啲盒啦，跟住之後開咁就睇下會中到啲咩朱古力嘅，咁啊普通朱古力啦，跟住中間嗰個就我當佢黑朱古力先啦，咁啊最主要就係最後嗰個彩色朱古力啦，即係粉紅色嘅朱古力，依個係最主要嘅。啊！但係都會打好多粒啊！咁啊，轉頭有一入 event 交換數嗰度睇一睇係點先啊！好，咁啊，另外咧，咁佢就下低啦。event 交換所注目 item 啊，咁啊，首先有西度啦，咁啊最都係拆佢嗰、那個即係換佢翻嚟，跟住之後就係拆佢嗰個必殺技嘅啫，係啦。咁另外仲有小志強同埋三杉純，咁啊佢呢兩個人就拆技就麻麻 C 技嚟嘅啫。猛虎鏟球同埋technical dribble 係啦，咁啊，所以呢兩個人我覺得都未必會要噶啦，係啦，即係我都留翻嚟換第二啲嘢啦。好，跟住之後仲有力屬性嘅戰術，唉，真係係啦，係啦，個陣式啊，陣式，唉，突然間個腦耍神啊。好，跟住仲有朱古力波，是啊，今次真是朱古力波，真是啊 ,SSR 的朱古力波，跟住之后仲有球王卡啦 ,SSR 確定券啦，跟住仲有就是情人节抽奖券啦 ,SSR 以上確定的，咁另外仲有教练啊同埋其他嘅教练书嘅，啊唔係卢比道嗰啲书嘅，係啦。好，咁跟住之后睇下特效选手系边啲啦，咁最主要都系三位，就系、是、当然梗系要货金抽嗰啲啦，即系或者你储咗波去抽嗰啲啦吓，咁啊小志强啦、三杉纯同埋西道嘅，咁啊三款唔同嘅人，咁啊佢 drop 率就会加 30%， 咁啊如果 SSR 嗰阵时咧就另外就多两个，咁嗰啲比尔同埋利雲咧，咁佢呢兩個係 SSR 嚟嘅，咁啊都係升上去 SSR 啫。咁如果 SSR 嘅就 20% up， 係啦。咁啊，如果 SSR 10% up， 咁啊換翻嚟嗰啲抽著換翻嚟嗰個西度咧，咁就 5% up 嘅。
係啦，另外仲有其他德國 JY 選手 UR 嘅話，咁就都有 5% 係啦。咁啊，另外仲有係啦，其他啲啊3% 咯 ，SSR 換翻嚟嗰幾個係啦。咁啊，如果 SSR 嘅德國 JY 選手都係3% 係啦，咁啊越嚟越少啦。咁啊，跟住之後1% 嘅。大致上就係呢、這個。event 就係咁，咁啊轉頭入一入去睇一睇嗰個交換所先啊，睇下先誒，好睇下咪依度入去先啦。好，情人節 lock in bonus 依個係啦，咁啊十五日 lock in 入邊咧，咁就有14個夢球啦，咁啊第二場都係依度噶啦。咁啊，第一 uniform 啦，跟住之後盧比到輸啦，咁啊，跟住之後就攞錢啦，攞蒙球之類嘅，咁啊 ，lock in 15日之後就 total 有14個波，再加有好多唔同嘅盧比到輸嘅。好，跟住繼續落去啦。依個係新嘅扭蛋池啊，轉頭小號啦嚇，依、這個小號啦，試一試運啊。咁啊，即係好老實講啦，早幾日。佢嗰個5個波就5抽嗰個咧，就我抽咗4日，唉，我抽完4日之後唔再抽啦，即係日日都抽唔到，係啦，咁啊發覺到佢食即係回收我啲波都回收力好強勁啊，所以我就都係唔抽啦。咁啊50個波嗰個話50% 嗰個冇抽到，我都係決定放棄啦，費即係無謂搏啦，係咪先？我留翻少少啦。好，大致上係。咁睇先啊，依啲係都係頭先有介紹過嗰啲嘢啦。咁另外仲有即戰力 pack 啦，都係貨金 set 啦，嗰啲就都係同大同小異噶啦。好，咁試下睇下依度會唔會入到去嗰個交換所先？咦，都係唔得。咁啊，算啦，出邊入去啦。交換所都入啊，入翻 event 嗰度啦。咁啊，轉頭試下睇下，連文券抄睇下抽唔抽到斯內達啦，因為我有斯內達噶嘛。哎呀，撳錯，交換所，好，又去交換所先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好，咁啊，依個係event交換所啦，朱古力啦，上面都寫住朱古力啦，咁啊，就係用。即係普通嗰啲朱古力咁啊，就睇下打幾多啦嚇。咁啊，暫時小號就好 hea 住打嘅。我最主要都係大號主力打啲嘅，係啦。咁啊，最主要係換依3個人啦。好，咁 item 嗰度啊，好啦。嗱 ，SSR 確定券就要用即係彩色嗰個朱古力就30個啦。咁啊，如果換黑波啦就8個，咁狂卡8個。咁如果換其他嗰啲券咧，睇下先嚇。最主要我都係諗住換券嘅啫。嗱，如果普通朱古力嗰50個換 SR 都 OK 嘅喎，即係 total 可以換3張，係啦。咁啊，即係最主要咧都係睇下先嚇。咁啊，如果換 SSR 確定券就30個啦。咁啊，跟住之後就再要其他嗰啲朱古力就50個，咁啊 total 150個，都 OK 喎。係啦，咁啊，跟住之後再睇埋其他啦。好陣式啦，陣式 total 有力速技3款，咁 S 技嚟嘅，唔係 S rank 嘅，咁就話都要幾多喎？四你先150，哇！你都要好好運，同埋真係哇，都要貨乾少少喎。咁啊 ，total 如果換曬就要再450啦，哇！都幾多啊？30450，咦 ？total 要480喎，如果咁樣，哇！都要啲落啲力，即係同埋要好運地喎。咁啊，轉頭真係試下睇下可唔可以打多啲啦。好 ，event 大致上就係咁啦。咁啊，另外就即係大約就打14日啦嚇。咁啊，小號未打曬嘅，我轉頭都要打埋佢噶啦。咁好啦，咁啊，首先啊，即係農曆新年之前啦，咁啊。祝大家啊，農曆新年前啊，咁啊，事事運啦，同埋祝大家
新年快樂啦，恭喜發財先啦，係啦，一陣間我驚改咗啊，先至拍片或者做 live， 睇下嚟緊嗰個下個禮拜會唔會做一節 live 啦，因為佢有月中限定啦，跟住加農曆新年啦，嚇、啊，希望同大家互動一下啦，係啦，嚇、啊，預告一下咧，應該下個禮拜會做一做 live 嘅啦，應該係啦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，嚇、啊。好，咁啊，首先同大家抽一抽联盟券啊，咁啊得九张啫，咁啊试下睇下抽唔抽到史莱达啦。啊，诶，睇嚟应该都麻麻地啦，有金火，哇，出彩人喎、啊！咦，有兩張喎、啊，唔知道兩張咩呢，睇下會唔會有史萊達先，好好彩地，咁就可以多招技玩一下。輸嚟嘅，都係輸，咁即係冇啦，中唔到啦。哇，咁多教練嘅，咦？點解會出張 S R 人嘅喂？咦？咁奇怪嘅喂？你唔係出張 S R 人俾我啊？突然間抽中咗人啊！即聯盟券抽到人係唔識講喎，真係點解唔俾張 S S R 我咧？雖然我好貪心地咁講，好 anyway 啊，唔緊要，抽唔中小麗達咁啊，轉頭我再努力啲擦，即係繼續射波啦！哎呀，爆咗添！啊，諗住再十嚟個十年抽噶嘛，求其買下啲教練先，嚟啦，求其清咗啲，好，咁啊嚟埋依個，好啦，農曆新年前小好試運啊，即係好黑啊，上次限定我都抽咗150個波都唔中，咁啊跟住再儲啦，跟住之後就依家又有60多個波啦，啊，即係佢其實近排都好多波送，真係，係啊，不停打啊，又打 challenge roll 啊，不過依個小號比較渣啲 ，challenge roll 打唔上去，即係要再研究一下先，因為好多卡都食鬼曬抌曬，真係。好，咁啊依家抽完之後睇下會唔會再好啲，可以打埋落去啦個 challenge roll。好嚟啦，咁啊首先睇下抽小志強先。咁其實佢呢三個人咧都啊都未介紹喎，係喎，抽完之後先至再講啦。係咯，直接抽啦，我唔記得介紹人添今日。咁都入到嚟啦，抽咗先睇下抽唔抽得中啦。係喎，頭先嗰度新聞，哇係，咦幾靚喎？不過你俾啲咁嘅顏色我真係都唔中啦，又冇著飛過。是不是這個沒有著的呢？哇！好，結果是怎樣呢？哇！在路比度白色的喎，件西裝褸應該都沒有了。哇！竟然有咦，依張新嗰張嚟嘅喎，咁有得加少少加成喎，依兩張喎中咗，係咯，依張比應該係唔係依張拿破崙應該係新嘅啫，依張係咯，頭先嗰邊抽到喎，咁神奇嘅，好咁啊抽唔到啦，唉，咁啊真係又係繼續喺度磨啦，又要好咁啊入去講一講解埋。人物先，喺邊度講解呢？我依邊咧，因為能力值就真係好一般嘅，咁我都費事講解啦。最主要都係講解下嗰啲技能啦。睇依邊有冇先，我記得依邊有，應該追加選手依邊係有嘅。係啦，好咁啊！第一個係小志強，係啦，最主要就係佢個招 S 技嚇。Overhead Door Tiger 就係猛虎度啊金鈎啦，係啦，跟住之後咧。他就副必殺技先就是猛虎射球啊！啊咁得意嘅啊，唔緊要咁嘅 S 技啦，最主要係猛虎倒掛金鈎啦，猛虎倒掛啦，跟住之後另外仲有啊 jumping tiger volley 係啦，即係猛虎窩裏係啦。咁另外咧，佢呢張卡咧係中學強啊嘛，佢第二張中學強啊，
咁佢嘅特技就係對大智慧咧，就個 parameter 就要多 20% 啦。啊 ，Super Sakila 佢嗰個係咁啊，能力方面咧，唔多介紹啦，即係佢都好平均，即係好普通，係啦，即係當然佢唔係限定人啦嚇。都勁都勁啊！因為佢如果對正大智慧咧，就吉帕拉米塔多 20% 啊嘛。咁啊進攻方面就係17000啦，跟住 defense 就14000，跟住 physical 就16000，16500嘅，係啦。咁啊唔錯嘅，其實都唔錯嘅，唔係太渣嘅嚇，唔可以話佢渣嘅，因為真係係啦，即係佢唔可以係好似啲限定人咁勁啊嘛，下下都19000-20000，咁佢16000-17000都算唔錯噶啦，真係。好，咁另外三沉神都係啦，佢呢個係 DMF 位置係啦，咁啊佢嘅進攻咧就係17000 ，defense 就15000 ，physical 就16000咁就喎，15000拍喎，都好勁喎呢張都。好，咁啊必殺技就係咩咧 ？S 技就係衝力全球啦，咁另外副必殺技咧就係 team play tackle， 即係同全隊一起合作嚟鏟球啦，跟住之後另外仲有 A 技嘅掃組 pass cut， 係啦，跟住之後咧特技咧就係咩咧 ？match up 嗰陣時就會消費對手嘅體嘅能量啊，多15% 啊，係啦 ，stamina 嘅 killer 啦，即係消耗多啲對手嘅體力啦，消耗15%，哇！喺對陣佢都幾係嘢喎，真係。如果多15% 嘅話，如果出必殺技咪哇，咪扣得好金下。好，跟住就西道啦，一樣啦。個特技咧都係stamina 嘅 killer 啦，都係消費對手嘅體能多啲嘅。咁啊，佢 S 必殺技咧就係華麗 pass cut 嚇，咁啊，另外副必殺技咧就係運球技。我冇譯到佢呢個名，唔好識解釋啦嚇。總之係一個盤球技嚟嘅，係啦，我冇唔記得咗譯一譯佢啊。好，咁啊，佢能力值咧，咁佢係 OMF 啦，咁啊，佢能力值咧就係進攻就16000，係啦，咁啊 ，defense 又都係16000，咁 physical 都係16000，喂，16000-16000咁滯，好平均喎嚇，真係絕對。平均型啊，完全平均型啊！咦，其實都唔差喎，真係16000嘅話，真係幾勁。咦，三張，不過我抽完咧都唔中，其實呢三張都 OK 喎。好，第二陣就係咁啦。咁啊，今集就到此為止啦。咁啊，抽完卡就乜都唔中啊，又唔中史萊達，又三張特技特效人又唔中，咁啊，呢個小號真係～哎呀，我谂到就快放弃佢啦，真系成日都唔中，而家好耐冇中卡啦，佢已经都点算咧？真系好鬼渣喎，跟住之后 ，anyway 唔紧要啦，啊继续 hea 玩下先啦，呢个 account 咁啊，最主要都系主号嘅不停打嘅啫，咁啊睇下嚟紧下个礼拜月中限定，睇下佢会点样玩法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嚟緊亦都係農曆新年啦。咁啊，首先預祝大家農曆新年快樂先啦嚇。咁啊，下個禮拜如果有機會，希望都即係同大家玩下啦，係啦。咁啊，應該下個禮拜我會開個 live 同大家玩下嘅。時間嘅話，我希望可以喺個 Facebook 度留言，我希望定到個時間啦，係啦。暫時又未知，係啦。盡量都定係喺禮拜六啦，禮拜六上晝啦，睇下點啦，係啦，暫定先啦，係啊，我會再睇下研究點樣可以通知大家啦，係啦，好咁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如果希望大家支持我嘅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俾個 like 我啦，同埋訂閱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個 channel 啦，係啊，希望大家多支持我啦。另外都有 Facebook page 嘅，咁如果大家有追蹤嘅話，咁我有好多唔同嘅片，亦都擺咗上面嘅啦。好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